是李慧怡，同大家睇睇欧美股市今晚嘅收市情况。纽约股市上升，标普500指数创咗三月初以嚟最大单日升幅。多隻銀行股季度業績達到市場預期的上限，利好了股價的表現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是收報34912點，升534點，升幅1.56%。標普500指數是收報4438點，升74點，升幅1.71%。納斯達克指數是收報14823點，升251點，升幅1.73%。標普銀行股指數是高收1.5%，科技股的做好，標普科技指數升2.3%。經濟數據支持了美股向好，美國上個星期新申請失業援助人數降至293,000人，是19個月以來首次低於300,000人，亦是去年3月疫情初期以來最低的水平，反映了勞動力短缺是就業增長放緩的原因，並非就業需求減弱。看看港股美國預託證券的表現，ADR 同本港星期二收市價比較是個別發展的，匯控之下比本港收市升0.47%，騰訊升5.82%，阿里巴巴升0.55%，美團是升2.64%。中人壽跌0.63%，中石化跌0.15%，中石油升0.17%。睇埋歐洲股市的表現。歐洲主要股市是上升，倫敦富時100指數收報7207點，升65點，凡克福德指數收報15462點，升213點，巴黎 CAC 指數收報6685點，升87點。看看油價的表現，原油期貨價格上升，產油國沙特阿拉伯未有理會要求增加供應的呼籲。國際能源署指出，全球能源供應緊張將會推高了原油的需求，可能推高了通脹和減慢了全球經濟從疫情之中復甦。另外，美國能源資料署公布上個星期原油庫存增加610萬桶，多過市場預期，但就未有影響油價的升勢。紐約期油每桶報81.31美元，升0.87美元，倫敦布蘭特期油每桶報84美元，升0.82美元。睇埋金價，外圍金價觸及一個月的高位，資金流入了今次對沖通脹的風險。美國上星期就業數據好轉，對金價影響不大。紐約期金每盎司報1755.9美元，升3.2美元。睇埋美元匯價，美元匯價回吐風險為立改善了削弱美元避險的需求。不過有分析員就指出，市場預計美國聯儲局最早下個月開始縮減買債的規模，縮減速度亦都可能相當高，投資者將會更加關注美國何時會加息，對美元將會可能是一個另一個利好因素。睇翻最新美元匯價，港元係7.78，日元114.147，歐元1.162，英鎊1.37。瑞士法郎0.925，加元1.249，澳元0.742，紐元0.7。咁睇埋美國國庫債券，十年期債券報1.53厘，三十年期債券報2.03厘。咁呢個時間咧，睇埋港股最新走勢，恆指咧係最新報緊24958點，跌3點啊。咁啊，國企指數咧最新報8847點，跌2點。大市成交暫時177億左右。呢個環節時間差唔多啦，咁轉頭翻嚟咧，仲有其他直播環節，轉頭見啦。